我的老家啊，就在这个头。讨厌死！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儿，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儿。我们屯里的人儿，很有气息。老公，你可不可以表演一个摘花花？你这种行为，拙劣的行为。对呀，这种行为，人家花长得好好的在这儿，真的，然后你把人家嘣摘下来，就等于说夺走了他的这个生命。这种行为，我觉得我是不能做的。花如果它长在那儿呢，你就可以永远欣赏它。你一扒下来，完了，它就是表演摘花花。怕。香。然后吹花瓣。神经病。对嘛，你非要让我这样，你非要把我往这个弱智的这个人设上牵引，我没办法，我只能如此，真的。你猜，这儿是种的什么？玉米，这还用猜？这是去年的玉米被砍掉了，它现在中间挖了一条沟，到时候就拿那个种子就这样啪啪啪点进去，然后把那一拨，它就行了，它就自己就啪就长出来了。俺们屯都是这么种地的，这就是玉米杆子，它是从这儿啪这样砍下来的。这个羊可以吃，知道吗？但是得把它炸碎了，把它就切碎，不能光是这个，还得给它放点这个精饲料。羊不是吃草吗？怎么吃玉米杆子了呢？那不是，那冬天那猪吧？冬天它胡说八道，冬天它没有草怎么办呢？人家吃干草。冬天没有草，冬天哪有草啊？哎，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那个，就原来有一个那个北大的那个老师，后来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在这个怀柔的这个山里，他们承包了就是100亩地呀什么的，在这里面生活了20多年，孩子都是自己在这儿出生的，出生以后他的孩子一直在放羊啊什么什么的，一直到快受教育的时候，他觉得不行了，他觉得要回城了，才跟他的同学联系，然后才发现了这个事儿。就是像这样的山里，你来这个地方在这儿住几天，什么玩一会儿，跟你生活在这儿，就变成这儿的这个农民，然后种地靠自己，这完全是两码事儿，它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浪漫。你说这前边还有啥？前头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村儿呗，就是离我们靠山屯不远，还有一个屯儿叫靠江屯儿。给你拍个照片吧。OK， 走了，回家。回去了，走吧。走吧。以后每天早晨我们吃完饭就这么走一圈，好吗？就走到那个位置就可以了。我想去那个红屋顶里头看看，这是红屋顶吗？这儿看没？哦，这我以为这是我们家呢。啊，这还有一个跑步机。这还有一个乒乓球案子，哎，嚯嚯嚯嚯嚯！哇，来扎一下标，你起来，你想干？怎么样，我的标法还可以吧？我来，给我扎一次。啊，扎。干嘛？哎呦，我的心呐，我的心碎了。哎呦，可以哦，就是红心儿，差一点点。哎呀，我看，什么差一点点，就是红心儿。你过来看，红心儿，耶、yeah ！
看来我的多年的这个功夫还在，我的扎标功夫一直没有落下。好的，我会过来扎标的，等我。回家了。书画之家。那我们吃点什么呢？面条。混混。哪个是香油，老公？嗯，快闻一下，哪个是香油？香油？嗯，我觉得这个很像香油啊。那不是那炒菜的，肯定是菜油。那是色拉油。这我觉得这儿没有香油。这一堆。啊，这是辣椒油吧？嗯。这根本闻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这像香油。我看，哎，这是芝麻油啊，真的。嗯，对，香油就是芝麻油啊。啊，料酒。哎，真的是，哎，这是芝麻油。人家贴着呢。哦，贴着，嗨，那你知道我这儿闻半天。我也是刚刚发现的呀。哦，芝麻油。对，哎呀，没有小葱葱，只有大葱葱。哎，就用大葱就可以了，大葱小葱都是葱。哇，哎呀，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荞麦面，把汤都喝光了。这碗面是哥德堡变奏曲中做出来的，所以它不是一般的面，真的很好吃。刚才是不是特别饿，吃的特别香哈？吃饭也得是吃到这个时间上，就你正好在有一个时间吃就最香，你过了那个时间，就饿过村了，这不好。苏东坡说的嘛。叫晚食以当肉，就是说如果你吃不下东西，你觉得这个东西做的不好吃，你等一会儿，你等你饿了，你饿透了你再吃，就是特别寻常的饭你吃的时候也会觉得特别好吃，就跟肉似的，就正好在那个时候，就是你正好做好了。哎，我正好就吃到了。哎呀，最香！不是因为我做的问题吗？首先是因为你做的问题，但是光你做的问题，如果我不饿的话，肯定也不香，对不对？饿了吧，我不吃了，待会儿吃冒了。对，差不多就行了。好了 ，OK。丢，你就不用管了，你去休息吧，我来弄就行了。是吗？嗯。那你把剩的那个面拿个塑料袋儿，给它倒在那个塑料袋里边。你不用管了。那个水池子下面就有塑料袋儿。你不用管了，你去忙你的吧。好吧。真的，就让我来弄吧。
你去休息吧，我来弄就行了。可以啊，又出去遛弯。好啊，过半个小时咱们出去，给你们点光，显得很温馨。你吹一个城南旧事。可以，城南旧事就是那个送别是吗？很文艺呀，你很时髦啊。再开，我的心已经啊，老公鞋带掉了。山里的花就开得比较好晚，我们院里的丁香都已经谢了，它才开。丁香，我来一首关于丁香的诗吧，来好吗？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着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芬芳。消失了，她的颜色，她的芬芳，她的目光，她的太息一般的目光。戴望舒的雨巷。那个时候我没有见过丁香，我是先从这诗里边知道丁香的，然后我就觉得丁香，哎呀，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花呀、啊？惆怅的花。对，后来我才知道，丁香的美不在于它的这个花长得有多漂亮，丁香的美在于它的味道。哇，这个味道真的是，所以它十七八岁的小孩的那种。太多了就特别浓郁。对，我觉得要那种淡淡的。是。这儿还有口琴呢，来，我给你伴奏。真不愧是老戏精啊！讨厌，待会儿听我吹的是啥？
真的没听出来，这是你新创作的一首歌吧？对，走了。这我知道，万水千山总是情。我的好多东西都永远的留在了80年代了，就比如说审美啊什么什么的，就再也无法提高了。与你同行，你是新路人。哎，这个我听过。我也是新路人，一条漫长的路，两颗赤诚的心，再累也心甘。然后呢，当时呢，我二姐呢跟我争执这个歌词，因为我没有词嘛，就是说宰了也心甘，宰了也心甘，这也太夸张了吧，再累宰了也心甘。啊啊巴达姆아바라무야그르지슈메무아스마니파라구아바라무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让我颠沛流离，到处流浪。写太好了，真的。这个哥们儿是印度的一个电影世家，你知道吗？然后他这个电影是自编自导自演。好像蝴蝶沾着蒙蒙雨，春的使者，美的化身，是鸟是青花衣。有一个节目叫九州方圆，你看过没有？对，这就是那里面的一首歌，叫春的使者。我当时都震翻了，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有模特，你知道吗？模特开始啪，哎呦！那时候我就觉得我都没看过，而且我觉得我的好多东西都永远的留在了80年代了。让我为你演唱。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跳下了山岗，流过了草地，来到我身旁。我觉得词写太好了，你告诉他，让他不要想家，也不要想我，只要他听到泉水叮咚，那就是我陪伴在他身旁。这首歌可以说是我的这个口琴的启蒙。我那时候在农村，邻居家有一个哥哥，他每天那时候也没别的，他就有一个口琴，吹吹什么歌呢？就吹这首歌。这首我看你知不知道。赵倩楠，火原甲，倩楠。我当时每一集完了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惆怅。他们那时候电视剧都是演着演着，咱俩正在吃饭，演着倩楠原甲，啪定格了。定格就这首随风，哎呦，我就想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第二集。这个还有这个，哪个戏里边的？震翻了，那时候震翻全中国。不要说。看过？当然，你绝对看过。晴空霹雳。哦，
小鹿纯子啊，对，台球女将，对。荒木由美子，那个女的叫荒木由美子。我们要不要去 K 歌？我们要不要去 K 歌？我不去，那里面肯定没有这些歌，我才不去。有，人家有。没有，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你不要这么固执好不好？你听，你听。你去休息吧，我来。干嘛要去休息？吃完饭。那你要怎么样嘛？要消神啊。走吧，咱们出去遛个弯，要不然是不是？太冷了，今天晚上太冷了。那你要怎么样嘛？你说嘛。你去唱歌啊。我唱。这歌也特别好听。是你给我爱，是你给我爱，爱把我扶起来。老公，老公，走嘛，我们去唱八十年代的歌。要走吧。OK， 我们去 K 歌厅，在卡拉 OK 唱歌。走嘛，大晚上的，咱们就去吼两嗓子，消消神儿。哦。呜呼 ！K 歌游戏现在开始。这里面没有我能唱的歌。你看都没看，你怎么知道？像我这种创作型歌手，我们唱的歌都是非常挑剔的。学友歌。我就知道你要唱张学友。那我别的我也不会啊。呦，很洋气嘛。声音太小了，行了吗？喂，周队啊，你挡住歌词了。你说我耍赖才让你离不开，你说我自私只顾着自己爱。一阵阵暴雨随狂风吹过来，我左右摇摆，差点就掉头栽。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你越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他死不肯认输啊！相信我，一定报复。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替我作证。你在我手心里的花瓣，你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脸庞。全是你在唱。我们要不要去 K 歌？我不去，那里面肯定没有这些歌，我才不去，傻死了那些歌都。来，我们来一首慢歌。你应该点一个咱俩会唱的对唱，你就跟着瞎哼哼就行了，反正你唱的也不好，你就张嘴对口型。在人间。
悲欢离，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不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徐回望，曾属于你，枝边挽送，好好认识你，在我的心中依然。一想得太多东西要讲。我只知葬在那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遗忘。来日纵是千千曲歌，飘远不莫落送。来日纵是千千晚星，两个今晚五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是我今日。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求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自己流那许多恩怨是非，让隐藏已久的我告别了，何不的心上下上吊，情也无掉。OK 了吧？好了，结束。Let's go to sleep。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地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念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的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我跟他唱过这个卡拉 OK， 就是我跟他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俩去过，之后就再没去过。那些歌我们自己唱起来很 happy 哈，别人听起来很过时，很老旧，是吧？嗯，对。嗯，但是那个不代表什么，就是现在最新的音乐，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一样会成为这个老旧的。我选的那个当然都是跟我自己的这个生活有关系的，在我小的时候，曾经影响过我的那些音乐。一首歌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但是在别人看起来觉得不可能吧。艺术觉得它不能要求这个太多的这个共性，它更要求的是个性。对，我们是在唱情绪。你自己聊到个八十年代，好吧，我们就去回顾一下八十年代。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一唱那些歌，你就会瞬间脑海里边就会想起当年，哎呦，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或者是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就特别特别好玩。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寂寞的山谷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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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寂寞的山沟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